的取经之路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个建模应该还挺好打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夹起尾巴，跑回去找你的主人吧。今天你将在取经之地。哎，勾这个没闪现的可还行啊。谁的一血？来2瓶血药，出门。哎呀，我才发现呢，如果一级拿了一血，4个人拿的这个人头啊，一共不是有3个助攻吗？3个助攻会比4个助攻多一点钱，正常好像40多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我们家打野在干嘛？哎呀，我操！我不能开这个，我按波浪剑，它老出来这玩意儿了啊！我一会儿把这关了。哎，我一摁波浪剑，他就出对战详情。你这怎么整？我打了一下，都被他砸了一下。倒没啥太大的问题。凭着这俺老孙的本事吧！直接过去。我先把这个关了，等会儿啊，我先把对局详情给它关了。这不闪现是挺有意思啊，这波直接回家。兵线刚好往我们这边这推，他如果不传他就会很亏。哎呦我操，这剑魔不亏死了，他还传下路去了。真行啊、哦、真行。
交闪了剑魔，这波他再敢出来他要死，看他出不出来吧。来越塔跟我越塔，这波可以越，可以越塔，可以越塔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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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来！刚好我五级，不是刚好我六级，他五级，他俩一套直接把他秒了，先耗他一套啊！交闪了，可以接受。可恶，真是可恶。不过剑魔已经爆炸了，虽然说刚才这波我们也死了，但是是血赚的。这把的我们应该是 C 了，控一波兵线啊，薛微控的有点多了，我稍微清一清，不要让这个兵线进塔，然后剑魔过来呢，我们直接把剑魔再杀一波，除非这波寡妇在，寡妇在上半段，我也不给他人头，我不给他机会，我直接撤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虽然这波兵线不是那么很好，但是为了不给寡妇人头，我们也就只能回家了。这把我们肯定 C 啊，必 C。他上路他已经不用玩了。寡妇这波可能在啊，小心点。寡妇没在，修炼个几年再来招俺老孙。我也没大呀。让他来没事，等卡萨丁啊，
等人等人等人，把上路拆了。刚好黑切，兄弟。哎，11分钟黑切了，20分钟应该能死亡之舞，打个3000块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应该问题不大。上路还是收一波啊，收完再下去。我这波没有大招，我们下去吧，其实也没用。剑魔我也不凶他，我凶他我也打不死。稳住。本来其实他们家黄鸡没有太崩，非得要帮那个剑魔，你说你帮他干嘛？你帮一个没有用的人。寡妇可能要过来偷我吗？啊，偷卡萨丁去了。Rampage. Nice 啊！完事寡妇也帮剑魔，寡妇也崩了，对，你们就帮吧。打他个蓝。回家，下波去下路。砸死他，漂亮。哎呦。什么东西这么臭啊？什么东西糊了？感觉不对呀、啊！俺老孙正等着呢。推一波，下去拿小龙。有一种好像什么东西糊了的感觉。我一会儿看看去。你这他为啥这么嚣张呢？拿小龙吧，我去上路收兵。有妖气，
应该是拿下了。剑魔是德赛吗？他是不是德赛我跟你说都没用，因为我打剑魔我就没见过没崩的必崩。这英雄是最好打的英雄，没有之一。这里有个眼儿，我追他。有大吧，这个鸡吧本来他自己挺好的你知道吧，他就帮两回上路哎死两回上路，帮两回上路死两回上路，他就可爱帮着上路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卧底车回家，小心点寡妇啊。不给他机会，我们家人只要不给这寡妇机会他们就没有翻盘点，这寡妇写不来他们家就翻不了，一个人头也不给他。腐败药水打谁出，打谁也不出，我已经不出药水了，开始十三级。差1000块钱，俺老孙正当为什么不出了，因为浪费钱。我们根本也不费蓝啊，所以也没必要啊，不费蓝出那玩意儿干嘛，所以打谁也不出，我出多兰盾也能耗得过他们水晶瓶。这剑魔又过去了，你打闪杀他都吃亏，都不合适。你搁那干啥呢？不是这鸡呀！不对，哎，他为啥有胆子这么扎人呢？我在他旁边呢，他这么扎人，我天哪！